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62面，162面第四行。宝刹庄严，集资诵矣。上有面色圆满四字，这个经文呢，这一句是这么念法的：面色圆满，宝刹庄严。表佛面容。所放妙光之中，应现十方佛土之庄严宝刹。下面是刹者，法华文句二，这个二是第二卷，曰：此云天，此是中国。刹了，我们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田地。即一佛所望之土也，故知刹就是佛土、佛国这个意思。宝刹是指的佛国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教学的地区，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了，所以刹有刹土的意思。中国古时候讲，我们中国讲的田地，田地。世尊当年在世教学，没有见道场。他们所过的这个生活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游牧，居无定所，到处走动，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佛非常自在，也没有任何条件。什么人诚心诚意的去祈请，他都同意，都应邀。那么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山林水边河边树下一宿所以不需要特定的场所，无论哪个地方都行这是世尊当年教学的方式，我们觉得这种方式非常自在，一点都不麻烦别人。离情的人很自在，没有任何负担。那佛陀去应邀的时候也自在。对我们讲应付他们呢，也很自在，不麻烦别人。这个是佛陀教学的基本的原则佛不会让一个人起烦恼所以讲这个田地他所在的这个田地就是讲经说法的处所，他也不要任何家具。佛是铺一点草，生草就坐在地上。那么同学呢也是如此，四面围着佛，都是坐在草地上的。不像现在有讲堂，有座椅，有这么多设备，这么多讲究在那个时候没有。
啊，所以我们了解当时的状况。这是差的意思。宝差，宝是形容佛的教学、佛的说法啊，所以称之为佛宝、僧宝、法宝啊，这是三宝具足啊，啊，这三样都非常不容易啊。佛是老师，能说的人啊，僧是学生，包括在家听众啊，因为僧的本意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学习就称之为僧众啊。无论是在家出家，这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僧团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这个团体啊，称之为僧团啊，不一定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啊，他都称僧团。如果称比丘的僧团，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指定一定是出家的男众啊，没有指定的话，在家出家都称为僧团。僧团的条件一定是持戒，一定是六合啊，如果没有持戒，没有六合，这不算僧团啊。像今天道场规模再大，都不能称之为僧团啊。那么这些佛门的名词术语的含义，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啊。今天佛要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宣讲无量寿经，所以特别欢喜啊！这前面我们看到了啊，他非常欢喜啊。这个欢喜是机缘成熟了啊，无量众生因这一次的讲演而得到无比殊胜的利益啊，这一生当中啊，可以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哎，而且呢，真的像密宗所说的极深成佛啊，这一点都不假。我们前面读了很多，即使往生道，凡圣同居族下下品往生啊，就如十八愿所说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的标准，最低的标准，我们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是这个标准啊。所以阿惟越智菩萨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他住在哪里呢？住在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佛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诸位要知道，佛有四土，我们每个人都有四土啊。四土怎么样显现的呢？都是自己意念显现的啊。这个说法大家容易懂，佛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也就是四土是从心想生的。你心里面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
你的心念里头有这三种烦恼，你自性里面的凡圣同居土就显现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啊，起心动念这三类烦恼通通具足。那凡圣同居土里头也有很幸福很快乐的人，也有很痛苦啊受罪的人啊，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他的心善，他的行为善，在同居土里面呢就有幸福美满快乐啊，这个境界就现前。如果他的心行不善啊，这个善的标准呢就是十善业道，与十善业道相违背啊，那他所现出的这个暴土啊就不善了啊，他就有许许多多的痛苦啊，像经上所讲的八苦交煎呢，就有这种现象出现啊。如果严重的在同居土里面现什么呢？现三恶道啊，恶鬼畜生地狱，不是从别的来的，是自心所现的啊。这个佛经大乘经上常讲啊，为识所变啊，识就是分别执着，从你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这个境界，所以境随心转了，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对佛所讲的也丝毫不怀疑啊。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是什么呢？真的自作自受啊。啊，与别人没有关系，是因果个人自己承担啊。啊，你要是怨别人的话，那你罪上加罪，你的麻烦可大了啊，那就有受不完的苦报了啊，是总得明了啊。如何能脱离这个苦海呢？那脱苦呢？脱贫呢？佛法里头教给我们啊，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就是脱离贫苦啊，脱离病苦啊，啊，得到安乐啊，那你就得断恶修善啊，你把十恶断掉，认真努力去修十善，这个命运就转过来了，果报也转过来了啊。佛法里面讲命运，但是命运不是一定的，随着念头在变呢。一念善，人天善果的境界就现前；一念恶呢，三恶道的境界就现前。千变万化了，不是一定的啊。今天整个世界动乱啊，地球的灾变异常，全世界都有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心行不善的感召，不是别的。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恢复和谐？啊，中国人讲天下太平，啊，什么时候能恢复？啊，我们地球上这些物质环境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今年是很不正常。啊，灾难多，而且呢，冬天会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啊，春秋两季的时间很短，啊，本来的时候春秋都是三个月。啊，可能呢，这个春天只有一个半月，秋天也只有一个半月。啊，冬天夏天时间长了，啊，本来它也是三个月，可能四个月到五个月。啊，这是反常啊。这种情形为什么会发生的呢？是我们的意念错了。啊，环境是识变的嘛，识就是念头。我们的念头不善了，所以最该多受一点。冬天特别冷，你看看四五个月冷，这多受罪呀。夏天特别热，啊，春夏时间缩短，啊，这不是自然的，人为的。啊，佛经上这个说法非常难得，现在量子力学家了，他给我们做了证明。啊，他是怎么证明的呢？他证明了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环境是物质现象啊。啊，还有科学家说，根本这个世间就没有物质存在。那物质到底是物质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是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啊，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你看佛在三千年前讲的，科学家是近代才发现的，跟佛说的是一样的意思。言语稍稍不同啊，意思完全相同。证明经典所讲的没错啊，经典里头有高等哲学啊，科学啊。啊，这些信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我们有能力恢复社会秩序，有能力恢复地球的正常。啊，只要把念头改变过来就好了。啊，起心动念，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伦理道德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简单呐。啊，简单你才能记得住，简单亿万年相传呢，它不会传错。啊，重要的纲领啊，就这么几个字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去把它做到。
父子有亲，这个亲爱真正要做到啊，孝道啊，圣贤教学，无不是从孝这个字去扎根呢。圣贤教学，孝是大根大本。孝讲什么呢？你看看中国文字，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孝字表什么意思？上半部是个老字，下半部是个子字。这个合成的，那这个意思我们就能体会到了，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不能分开呀。上一代还有上一代呀，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呀。这个里头含的意思是老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同根呢，万物与我一体，不就这个意思吗？中国人讲孝发明这个字，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了，佛教传到中国才2000年了。没传到中国之前呢，中国还有3000年的文化了。讲的这个根，孝亲尊师这个根，跟《大乘经》里面讲的无二无别。《大乘经》教里面讲的更清楚。《菩萨戒经》里面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是讲五伦的关系。在佛法里面讲呢，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都是佛说的。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根是扎在父子有亲这个点上，佛法的教学是扎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么佛陀教学的目的何在呢？你现在迷失了自信，你本来是佛，现在迷了，你变成六道凡夫了。佛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转凡成圣，回归到本来佛，佛陀教育就圆满了。成佛难不难呢？经上讲的原理你要是明了之后，你就晓得一点都不难，放下而已。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成阿罗汉了。放下尘沙烦恼，你就是菩萨了。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了。
你就回归自性了。所以佛法这个修学，真正讲修行功夫是什么？自始至终，就放下而已啊。为什么叫你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佛就不会叫我们放下了。叫你放下，全是虚妄。你把虚妄的东西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真的是什么？佛性。还原观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它就现前了。妄的放下，真的就现前。这叫真真。佛在经上讲这个问题，讲宇宙的缘起，讲我们正报从哪里来的。正报什么？自己啊，我自己，我从哪来的？这个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肉身包括里面的骨头、血液表皮上的毛发汗毛、头发，这都属于真宝，这是物质现象啊。物质跟精神同时发生的，为什么？自性里头本来具足。慧能大师见性告诉我，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他具足什么？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神通，无量的相好。一切都是无量啊，没有一丝毫欠缺。为什么是无量？真的是无量。现在科学家有计算了，可惜这个数字我没把它统计出来，以后我找人，数学好的找个人把这些数据写出来。我们人的身上，知道人身上有多少细胞？这个细胞一分析的时候有多少个分子，再分析有多少个原子，这一个身上多少原子，多少个粒子现在分到量子了，在这个身体上有多少量子这么小的量子，还是佛说的五蕴。佛讲的多好，大到宇宙，小到量子，都不能超过五蕴。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受什么？它有感受的能力。有接受，他能看、能听、能跟外头接触。他有想。他有行，行是什么？行就是我们这经前面所讲的。
数千百遍呢，那是行啊。啊，这数千百遍是形容啊。啊，它会变化。啊，它有实。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资讯、信息。啊，这信息它有多少呢？就是一个小光子，里面的信息都是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信息都在里头，一个也不能漏掉。啊，所以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啊，那么有人问我，问了一个难题：蚯蚓，这小爬虫，你用刀把它砍成两段，它就变成两条了。它没有死，两个都活了。问我什么问题呢？他说他的神识是一个嘛，现在变成两个了，他是不是有两个神识了？这真的。有两个神识，那他将来成佛不是成两个佛了吗？这问题怎么解答？啊，我们解答从相上来讲，啊，事上讲，相上讲，他的神识存在。存在哪里？每一个小光子都是一个完整的。那换句话说，这神识是无量无边的，不错。那一个人会成无量无边佛？跟你讲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一个人如果造作罪业，在地狱里头，无量无边身受无量无边罪，是不是真的？是的，佛在经上是这么讲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讲六道里面投胎就是一个身世，而不是两个？啊，讲得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念头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生死了还舍不得离开，守住这个身体叫守尸鬼啊。殊不知身心都是假的 啊。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大家天天念他，你怎么气用不上了？那菩萨说得很清楚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后头讲得更详细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要把这些经文参透了，你的问题解答了，没有了。啊，你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所以你要执着就变成一个。你要不执着它就变成很多。啊，所以佛菩萨能分无量无边身。啊，地狱也是如此，地狱确确实实是分无量无边身，受无量无边的刑罚。啊，经文得到今天这个科学的学说来做证明，比从前容易明白多了。
所以我们对于古人对这些深奥的经文，他们能够体会，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今天很多得力于现代科学和这个科学家的报告，跟佛学一对比，我们对佛法了解就更清楚。那么这个地方讲这宝刹的来源，佛面光上放光，光中上，光中有无量无边的佛刹，你看应现十方佛土，是庄严宝刹。我们换一句话说，佛光里面现出十方诸佛说法教学的道场，这个佛刹就是宝刹，就是道场。他们在那里活动啊，在那里讲经教学啊。这种现象什么人能看见呢？化身菩萨。为什么他没障碍了？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不行，他见不到，除非佛跟他有缘，特别加持，他能见到。不是得佛力加持，他见不到，但是化身菩萨不需要加持，他是随时都能见到。下面宋一续云，如是功德了，得为亲友啊，盖为昭示十方，佛将开言第一稀有之法，故现世前所未见之瑞，故本经中续云，从昔以来，所未曾见，悉得瞻仰，甚稀有显。这几句话说，这宋仪里面有这么两句，接着这些共四句，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如是功德，得为亲友。这是宋仪本里头的经文。这是昭示十方。昭是昭明。示是示现呢。明白示现。给十方众生呢，见闻呢，里面的含义，释迦牟尼佛今天将要开演第一西游之法。这一句我们要记住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无量寿经。所以无量寿经确实可以称得上诸佛所说第一经。这个话也不是我们随便说出来的。善导大师为我们说，诸佛所以心出世，来到这个世间来，现身说法，为说弥陀本愿海。这个意思就是，
佛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度脱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就是用这方法。那么其他的无量法门是辅助这个方法的，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方法是根是本。千经万论呢，是这个树上的树枝、树干、树梢、树叶，是这些东西。这个经是根本呐。那我们也听说祖师大德们讲，华严是一切法的根本。没错，一点都没错。华严经确确实实是根本。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把他所见的境界完全说出来。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哪里错呢？那当然是根本法论了。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华严之一。这是古来祖师大德所公认的呀。那怎么无量寿经又变成第一呢？我们细读华严，你明白了？华严经到最后怎样圆满的？自修圆满，度众圆满，他怎么圆满的？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导归极乐就是导归无量寿经。所以华严的究竟圆满是回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就变成根本的根本。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识清楚否则的话怎么样呢？遇到这个法门呢，还想别的法门还不错。你对这个法门的信心就不够了。信心不够，佛不吃亏啊。你自己吃亏了，你自己把这个第一稀有之法了当面错过来生还得去搞轮回，还要去搞生死，你错了。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深了。你要认知这部经是第一稀有之法，故现是前所未见之锐，它现的锐相，它的放光显锐在一切经里面你都看不到，全身放光所以本经当中许愿，从昔以来，这是阿难尊者阿难是佛的使者，佛讲经一堂都没缺过他从来没见过，
今天佛这么欢喜啊，佛的这个所现的这个现象这样的殊胜啊，这个现象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为什么每一天现的相不一样？啊，佛是永远住在自性里头。啊，《还原观》上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满体啊，圆明体，那是佛的住处啊，不离自性的，自性没有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的啊，佛示现在十法界，示现在三途，也没有起心动念啊，那么一切众生所见的这个佛的示现呢，全是众生的业感，众生的业念念不一样，我们凡夫不知道，我们粗的念头知道，细的念头不知道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弹指32亿倍千念，这个念头我们不晓得，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如果弹指弹得快的人，啊，一秒钟能弹5次的话，那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呢？照弥勒菩萨所讲的，我们来算，1600兆。一秒钟1600兆，你怎么会知道？念念都不相同啊。所以经上讲的数百千遍呢，那话是真的，一点不假了。那他讲的全是事实真相，全是如来亲证的境界啊，不是随顺我们凡夫念头讲的啊，是他亲证的境界。那所以阿难看到了，阿难是代表与会大众啊，习得瞻量生息有心，肯定在会大众啊，是此表阿难虽久世佛测，但如是瑞相前所未见，今日幸能展示清凉，见此光明心中欢喜，乃其稀有难遭之相。这是说阿难尊者在这个时候的感受啊，啊，太稀有了。那这个一生圆满成佛的机会到了，于是阿难从座而起。袈裟披体，袒露右肩啊，此名偏袒右肩啊，乃比丘致敬之际啊，这是佛出家弟子对佛的礼敬啊。偏袒右肩呢，这是最敬礼啊。袈裟
我们现在中国佛教这一件披衣呢，这就叫袈裟。啊，你看右面肩膀露出来。啊，为什么要露出来？这是念念不忘奉祀老师，对老师行礼，老师有什么事情吩咐你要去做，就非常方便啊。有时候在外面的服务很敏捷啊，就能够接受啊，念念不忘啊，啊，奉祀师长。那在家里面孝顺父母也是念念不忘啊，父母交代事情呢很快就要去做，不要懈怠，表这个意思啊。那平常呢，平常这个袈裟的时候两个肩膀都遮到的啊，偏担右肩的时候这是行礼啊。平常你看小陈啊，南传小陈他们的袈裟包在身上啊，进入大殿啊，他右背一露出来啊。佛教传到中国，中国是在温带这个地区啊，印度佛当年居住的啊，印度是在热带啊，所以他们的衣着很简单啊，三衣就足够了啊，热带嘛啊，晚上三衣就当作被子盖啊，白天都披在身上啊，工作的时候只用一件，通常叫五衣工作服啊，七条衣是普通的礼服，就长礼服，九条以上到25条这叫大礼服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是25条，这大礼服啊，这是行礼才用的啊。佛讲经，我们来听讲经，这是大礼啊。所以在这个讲堂里面啊，佛教的活动就是讲学，没有其他活动啊。世尊身坐说法啊，学生恭敬来听讲，全是偏袒右肩啊，都是着大礼服长跪或掌，长跪双膝着地啊，这个时间能持久啊。在行礼拜佛的时候，有的时候用胡跪，胡跪是一只脚着地啊，一只脚着地，这个也是行礼啊，表示佛有什么吩咐啊，你起来得很快啊，都是奉祀长者必有的一种心态啊，不敢懈怠懒散啊，取这个意思啊。长跪里面也有胡跪啊，一只脚着地啊，他这个地方讲双膝着地，这也是长跪。所以长跪里头有这两种啊，不能不知道啊。或掌，或左右两掌之食指，
故又名何时。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恭敬之意。啊，这十个指头表上表散乱。啊，我们意念很多，想东想西。啊，在致敬的时候呢，把掌合成一个，啊，代表我们把散乱心收回来，一心专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合掌的时候一定要合得很齐，这表一心嘛。啊，有人合掌是这样子，这个不专心啊。啊，这个不并不恭敬呢，表示个样子而已啊，啊，没有诚意啊，啊，所以诚意的时候一定要把掌合拢啊，这代表诚意。啊，这些都是小礼节，小礼节不能舍。啊，小小戒都不施，这个大德才能够成就。啊，所以现在人呢，这个大德成就很困难呢，问题就是小小戒他随便了，认为小小戒可以马虎一点。啊，所以大德不能成就。白这个字是敬词，啊，对上，对长辈，啊，你像我们常在经上看到，啊，白佛也，啊，现在讲呢。报告，啊，白有报告的意思，对，表白，啊，阿难常跪合掌，向佛陈述敬法所问，啊，这前面叙说的全是礼节，这些礼节通常都是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所有的尊长都是这个理解。啊，佛是老师，也是长辈。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具足这些理解呢？礼貌的。啊，这理解真的这么重要？重要。为什么呢？你的真诚清净心人看不出来啊，就在这些动作当中啊，显示出路了。啊，我们这样做法，啊，当然自己的是真诚，表自己的真诚，另外是教化众生呐。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大家把礼敬都忘掉了。啊，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你做这个事情叫功德了，就修功德了。啊，无论在哪个场所，你见到人了，啊，这个人是我们的长辈，或是年龄比我们大。啊，大十岁之上就是长兄了，大二十岁就是父亲同辈了，那自己是晚辈了，或者是级别比我们高，见到之后要行礼，啊，礼要恭敬。那佛门的礼节问讯九十度的鞠躬礼啊，啊，有这个必要吗？有啊，你看我们看到别人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心里生欢喜心啊，现在人没有礼节，
见父母掌上点个头就算不错了，有的时候头都不会点。那礼要什么有了，给诸位说，恭敬的心就没有了。为什么？存住心，必定行于外。你里头真有沉静啊，外面自自然然的，就是这样的理解，不用人教啊。你对某个人真恭敬呢，你见到他就真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现代的人礼仪失掉了，也没人教了。啊，所以沉静的心没有了，学什么东西都学不成。为什么？印光大师说得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你沉静没有了，你怎么会得到？再好的老师，圣贤人来教你，佛菩萨来教你，你都得不到利益。为什么呢？没有沉静心。这就说明了，不是佛菩萨不来，佛菩萨看到你没有沉静，来了没用啊。佛菩萨真来了，那是帮助你造业。佛菩萨不忍心，不是不沉不静，这就是罪呀，就是过啊。佛菩萨怎么能叫你帮助你造罪过啊？所以他远远避开，这是真正慈悲呀。啊，不让你因为啊这个不敬圣贤呢这种过失，他避免。啊，你看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是慈悲，佛菩萨回避不来还是慈悲啊。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要求学，真正想自己的学业道业有成就啊。从哪里成就呢？从恭敬心当中成就。很重要啊。啊，我自己早年求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啊，我们跟老师没有关系啊。根本就不相识啊。啊，听到老师名声啊，很多人对他了恭敬赞叹，我们知道这是个好老师啊，得到这么多人的赞扬。学毛遂自荐啊，写了一封信给他，我们是一个贫贱之人，想学没有缘分，啊，写一封信呢，请求。他答应了，
我们去旁听他的课。啊，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去旁听。啊，这信是恭恭敬敬写的。啊，老师收到信之后，就约我见面，面谈。啊，我们对于对老师有礼。啊，确实表现，这虽然是没有十分恭敬呢，应该七八分是有的。啊，这就跟一般同学不一样了。老师不但是肯教啊，啊，是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在他家里头。给我上两个钟点课，那这是想象不到的，一分钱学费也没有啊！啊，要在别人上课的时候你去旁听不就好了吗？特别抽出时间，每个星期两个时间，两小时来教我。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没有课本，啊，我学佛的因缘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一个科目，最后一个课题是佛经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把我年轻时候对佛教种种误会呀，这一扫而清。因为我们原来看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就没有一个念头去接触它。啊，老师这么一介绍的时候，才晓得这里头有大学问。啊，把过去观念改过来，啊，就开始上寺庙了。啊，上寺庙干什么？找经书看。啊，老师指定希望我们看哪些经典。啊，那个时候经典外头买不到，只有在寺庙里面有大藏经，从大藏经里面抄出来。啊，我那个时候还抄了十几种。啊，这是什么？这是自己小时候学到一点尊师重道啊，父母教的，啊。以后就得了这个便宜。啊，不容易呀。啊，所以通通是从恭敬之仪得到老师的欢喜，啊，肯教我，不要交学费。啊，特别拨出时间来教学。啊，这种缘分呢，稀有难逢啊。啊，所以求善知识，有求善知识。必须具备的条件，不能不知道。下面是阿难的问辞。阿难也开口说：“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念老这里有解释，立一切善动，究竟极尽，谓之大吉。下面说，大吉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实际上，这个大吉定是什么呢？是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是他所说的。啊，他的报告，第四句他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就是大吉定。他回归到自性了，所以利一切善动，尘沙烦恼是善，见思烦恼是动。啊，究竟极尽，这个境界就高了。没有究竟两个字，是极尽，这是菩萨。加上究竟啊，这是如来啊，这不比菩萨高啊，谓之大吉。啊，所以大吉定之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啊，就是自性本定。涅盘经三十啊，佛说的，我于此间娑罗双世双数啊，入大吉定。大吉定者呢，名大涅盘。这是涅盘经的世尊说他入灭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世间了，啊，世间人讲啊，释迦牟尼佛死了，佛有没有生死？各诸说没有。佛没有生死，我们有没有生死？告诉诸位，我们也没有生死。我们的生死，身体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灵魂在这个时空里面非常的活跃啊，我们看到这本书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啊，这个故事最近发现的啊，这桩事情呢，2100年前是真的，不是假的。罗马帝国凯撒大帝派了个军团呢，10万多人呢，侵略中国，实在是路太远了啊。这10万军队10几万人呢，这报告里面告诉我们，
骑兵三分之二，步兵三分之一。啊，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走路又不能太快，如果骑兵前面走了，后面就落伍了，那也不行。啊，晚上驻扎了，是驻帐篷，都住在一起。啊，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团，从罗马走到中国，走了一年多。啊，走到现在新疆的时候，这个军团里面差不多就将近有20000人了，得的一些传染病死了。啊，我们知道他离开罗马，他没有补充兵员，所以他的兵员一路减少，没有补充的。啊，那么在中国新疆跟中国军队打了一仗，啊，这罗马军队啊，这是训练有素啊，在当时欧洲是非常著名的，啊，很凶悍的这个军队，所以他们也很骄傲，瞧不起中国人，啊，中国人比他们小个子又矮，啊，但中国人有智慧。啊，一智取胜。头一次跟中国人这一仗打下来呀，就死了9000多人。这一仗打下之后，对中国不敢轻敌了，对于占领中国的信心也丧失了。啊，恐怕没有能力去占领中国。啊，但是凯撒大帝的命令不能违背，要继续往东面走。走到河西走廊，到甘肃这个地方，啊，这军队是三分之二就没有了，啊，一路上战争死亡，行军的时候死亡，啊，意外灾害的死亡，特别在沙漠里头，水土不服。啊，所以到达河西走廊的时候，几乎是不足10000人了。啊，最后全军覆没了。啊，最后是剩下的是200多人集体自杀了。啊，在中国甘肃。故事讲得很清楚，也讲得非常精彩，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2100年死的这些鬼魂，这叫孤魂野鬼呀！哎，他们有这个执着，还是一个军团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统帅不错，统帅是凯撒第三个儿子。啊，三王子，啊，军这些士兵爱军爱这个统帅，统帅也爱士兵，啊，现在是灵魂的这一支军队，啊，变成了游魂，啊，非常活跃，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啊，我们到罗马访问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告诉罗马人，罗马人知不知道？知道，确实，他们历史上有记载，有一支这个军队呀、啊，派出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啊，就变成一个谜，啊，当时一般人想象的。可能是迷路了，啊，这支军队就没有了，
啊，现在晓得全死在中国。啊，你看四秦相距2100年，这些灵魂还非常活跃，这不是假的。啊，死了以后啊，好多事情他就明白了，知道什么呢？杀人要偿命，掠夺要还债，一点便宜都占不到，所以这本书是因果教育。啊，他们在这么多年苦难生活当中，遇到佛法，集体皈依三宝了。啊，菩萨曾经告诉他们，中国不是你们的地方，你们来到这干什么？我看了这本书，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启示。说明什么呢？战争掠夺的还是你命里所有的，你说冤不冤枉？命里没有的，用战争的方法也得不到。啊，所以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日本人发动侵略中国战争，打了8年投降了。你说中国不是日本的地方吗？你来干什么？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用武力掠夺别人是错误的。犯下很重的罪过。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得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你得要相信因果报应呐、啊！啊，你想发财，佛经里头有发财的理论跟方法，你学会了，你会发财。啊，如理如法了，你才能得到啊！啊，不如理不如法。啊，凭着自己的烦恼习气，用种种不正常的手段得来的，还是命里有的。命里要没有，得不到。啊，得到也会丢掉，何苦来呢？啊，所以因果教育好。能帮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啊！我们求智慧，求长寿，求财富，佛经上通通有方法，有理论啊！如理如法的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没有求不到的，啊，最难的是求成佛。你看，求成佛都能够求得到，那世间这些，名闻利养，所谓是功名富贵呀，在佛法看起来叫鸡毛蒜皮呀，这太小了，哪有求不到的道理？啊，为什么不用正常的方法去求？啊，要用非法的手段。啊，非法手段求得到了，求得的是你命里有的，而且你还犯罪。啊，犯罪你所求得来的，把你命里有的已经亏折了，打折扣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要晓得，你命里的这富贵是过去多生多劫修积得到的呀。
啊，佛法里头有大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经文给我们显示的，这是释迦牟尼佛灭度时候这个状况，他在此娑罗双树间，在这个地方离开世间，啊，入大集定。这个大集定呢，就大般涅槃，啊，入无余涅槃，就佛走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最后一个相。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佛不做这个事情，常住在人间，一般人会产生一个误会，佛是神人呢，他长生不老啊，我们怎么能做到？啊，我们不敢向他学习了，所以佛示现跟我们平常人一样，有生老病死，啊，大家就相信了。佛不是神，佛是人，他可以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啊，这个信心就十足了。啊，同时呢，给我们一个高度的警觉。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我们跟他学。啊，不认真了，懈怠懒散了，这佛走了，佛走了没依靠了，那要不认真努力的话，这以后怎么办啊？啊，激发自己认真修学的道心。啊，有这两种意思在啊。啊，让我们知道佛不是久住人间，佛是会走的，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因缘抓紧。啊，走了以后告诉我们，他老人家的法运有12000年。这法运是用现在话说，他的影响力。啊，从空间来说呢，他的影响力到全世界。从时间上来讲呢，他的影响力会有12000年。啊，这是大德了。那不是大德的时候，怎么能有这么长的影响时间呢？啊，我们明了了就知道，今天佛教虽然衰，佛的法运后头还有8000年。啊，佛的法运呢，有高潮，有低潮，现在是在低潮的时候。将来有没有高潮？肯定有。啊，可是我们一定要认识，佛法是教育，决定不是宗教，这一点要搞清楚。啊，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有鬼神，有天神。啊，有他方世界的佛菩萨。这是佛教的宇宙观呐、啊，但是佛对于神并不崇敬呐、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跟佛的关系是跟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相同的，啊，只是不同为次众生，啊，欲界天、色界天跟我们不同为次。鬼神跟我们也是不同位次。如果我们能够突破空间维次，那你就能都看见了。啊，有没有能力不这个突破了？有能力。
清净心现前，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在佛法里面讲，你能证得阿罗汉的果位，就能超越时空了。菩萨的能力更大，佛的能力周边法界，一切障碍都没有了。所以天神鬼神许许多多都是三宝弟子皈依佛陀的。他们也听经闻法，也修行，也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也很多。鬼神都发心求生净土，我们要不发心，不发心呢，连鬼神都不如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下面真结云：普等三昧即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也。今佛为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这个解释是越来越接近净宗了。普等三昧，普是普遍，周边法界，这是普，等是平等，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叫顿。无论什么样的根性，念佛法门往生净土是普等的，没有丝毫差别的。普遍平等，只要你遇到，只要你能信能解真干，没有不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成佛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有早晚，那是个人情度不一样。勇猛精进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了。懈怠懒散的不要紧，他不会退转。他的进步比较慢一点，还是成佛。所以说是这个法门是普等法门呐。到哪里去找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有很多是不平等的。有些法门只适合上上根人，那普通人做不到。有些法门适合上根人，中下没分。有些人适合这个下根人，上根人他也不会学。譬如小乘经里面有很多讲人天法，这一些上根人的时候，他知道
升天不究竟呢？他不愿意呀、不向净宗这个法门了、这个法门真的是普等三昧。这个法门学起来平等的，我们采取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在十六观经里面，它是在最后，就是第十六观。排名在最后，也就是这个法门最奇特。古印度跟中国在这些地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艺术演出的时候，最好的一出表演放在最后。印度人也是这样。所以这十六观呢，最后一观就是十六观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法门，最殊胜的一个法门，持名念佛。它前面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最后是持名念佛。这些道理我们要知道啊。这经上说的话，普等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的一名，别名啊。普等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也就是经上讲的大寂定，经佛未说念佛法门。祝念佛三昧呀！今天这个法会，佛为大众啊，说念佛法门，把西方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大众。佛住在哪里呢？佛住在念佛三昧，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信息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想佛，口里念佛，就得佛力的加持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佛力加持，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佛无时不在。中峰禅师告诉我们：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所以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佛从哪里来的？佛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我心即是弥陀，弥陀即是我心。你看说得多清楚，多明白。这些经文开始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了。在早年我常讲，我们希望
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怎样才能做到呢？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人人都能把本分的工作做好，这一点很重要。与不同行业的人相亲相爱，互相合作，社会就安定繁荣了。啊，世界也就真正的和谐了。啊，灾难也没有了，化解了。啊，个人把本分的事情做好。那出家学佛本分是什么呢？本分是讲经教学，这本分呢。啊，出家要学释迦牟尼佛，在家要学维摩居士。维摩居士是在家佛，啊，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佛。他们的级别是平等的，没有高下。啊，我们在经上，你看在《维摩诘经》里面看到的，维摩居士讲经说法，啊，大目犍连、舍利弗他们去听经，啊，你看对维摩居士的礼敬。啊，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相同。啊，这种表演告诉我们，佛教是师道，是教育。师道里面，老师地位大了，尊师重道啊！啊，不能说是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你到维摩居士这听经啊，你比人高一等，那就错了，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身作讲经，这是最大的。啊，维摩居士是男众啊，啊，如果是女众，比丘尼身作讲经了，这男众要去听经了。要记住，总是老师底下大，这没话说的。他身作代表佛来讲经教学。啊，比丘见到的呢要礼拜啊，不礼拜就不尊重法了。啊，那比丘尼又不敢当，那怎么办呢？把讲台上放一尊佛像放在面前，他拜的时候他拜佛，我在佛像后头。啊，这个做法也如法了。也很好啊，啊，讲台前面供佛像，啊，比丘来说他拜佛，啊，所以佛法里都有善巧方便，不失恭敬心，啊，因为这种恭敬，不但是对法恭敬，对老师恭敬，也让大众都看到。让大众都在学习，啊，上台深坐的人是代表佛的，啊，那自己的老师要来听经的时候，他也要在前面来问讯。
恭敬三宝啊！啊，这是来表演的啊，所以做影响众啊，啊，都是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用表法用意很深很深。故知大集定，通说呢，即为佛之禅定，明大涅槃。若按精进，则指念佛三昧也。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为三昧中王。今日世尊开演净土法门，故如念佛宝王三昧。啊，这个意思很深。我们从三位的名称上能体会到，啊，无精进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指的什么？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称为宝王，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啊。啊，宝是比喻，是形容。这个法门宝贵呀！你看世间七宝，啊，金银，啊，琉璃、玛瑙，啊，这个七宝你得到了。你远离物质生活的贫乏，啊，你得到财富了，你富有了。这个地方指的是佛法，佛法比世间七宝还要珍贵。世间的财宝能帮助你生命，啊，是你的，使你的身体啊、生命啊得到舒适的生活。法宝啊，能帮助你的慧命，也就是法宝带给你是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舒适呢。啊，物质生活再丰富，没有精神生活，就是富而不乐。啊，他虽然富有，虽然地位很高，他日子过得很辛苦。啊，这我们常常看到的，啊，在我们社会上，你几乎每天都看到，他的生活不快乐，不幸福。可是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他快乐。虽然贫没财富，贱没地位，啊，在社会上没地位没有财富，可他天天快乐。啊，乐从哪里来呢？乐从智慧来的。智慧是精神生活的泉源呐。它真正带给你幸福美满呐、啊，快乐无比呀、啊！
啊，前而言之，有智慧的人不造业。啊，不造业就不受苦报啊！啊，将来这个身体没有了，绝对不到三恶道去。啊，心地清净、功夫好一点的人，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啊，不一定是学佛才预知实质，不学佛的人也有预知实质的。啊，许多升天的人预知实质。啊，临命终时，天人来接引。啊，天上的童男童女啊，那接引他往生啊，他晓得他什么时候走啊，啊，那天上福报比人间就大多了，心地也清净多了，啊，修行功夫好，证得果位的，那更不必说了。啊，由阿罗汉接引，善神接引，啊，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看多么殊胜，这叫做宝王三昧。啊，念佛三昧呀，怎么修？这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什么时候得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正受、正定。受是享受，正受是正常的享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六道凡夫啊，你日常生活享受是不正常的。佛给我们讲五种：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所以这五种受啊是。身心合起来讲，苦乐忧喜舍，啊，最后舍那个字呢，啊，身没有苦乐，心里头也没有忧喜，啊，苦乐忧喜现在都没有，这叫舍受，啊，实际上舍受跟正受啊是非常接近，啊，为什么叫舍不叫正？因为你这个时间很短。啊，很快呢，你又有苦乐有喜了。啊，是这个正受啊，是苦乐有喜真的没有了，叫苦乐有喜舍都没有了，这叫正受啊。啊，正受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阿罗汉辟支佛的正受，啊，他们的三昧境界，啊，平等是菩萨的正受，觉是诸佛的正受，啊，我们通常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得到觉了，当然清净平等都具足。啊，得到
平等绝没有得到啊，得到平等他有清净，后面包括前面，前面不包括后面。所以念佛法门称为宝王三昧啊，这太难得了，太稀有了啊！今天世尊开言净土法门，故入啊念佛宝王三昧，所以才有这种奇特的放光显锐啊，这是自自然然的感应，佛陀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